Hello， 大家好 ，Kangaroo 翻到 Camping Channel， 今日带大家嚟玩啊，唔系玩，嚟开箱，第一次嘅开箱，除咗开卡包之外，咁呢个就系、是、我就讲喺边度买啦，绝无广告，你见我咁用部手机嚟录就知啦，呢只 Eva 嘅二号机嘅一个 Figma 啦，咁、而家就拆啦！有咩想知道关于呢嚿嘢嘅？啊唔系，呢嚿嘢会俾人打嘅。Eva 二号机嘅话就，喺留言话俾我听啦。等我一阵。出领教士，可能喺屋企冲紧凉就可能都唔应该。咁就開箱儀式啊！開箱儀式就係將呢個係說明書，我呢個問卷嚟嘅。好啦，呢个问卷就我自己整好啦，有睇得明噶，应该睇得明。即系盒都好靓嘅啫。好啦，到里面啦，系咁嘅。我自己买嘅，第一只福狗，哇！何解咁霸气？哇！电线啦，佢变装啦，呢个就系佢个叫，唉，唔识讲。唔一座呢个把剑啦，当然就佢换手势啦，仲有佢嗰个整雪咁咧，佢啫。就非常之咁可當性啦，都叫得 Figma 咯。其實佢只係一個 figure。咁咧，佢咧就有呢個啦，台座、個座啦，跌咗兩把劍。咁啊，我首先換個揸劍槍出嚟先，捉我呢隻手。首先咧，单手揸剑咧就咁嘅，佢把剑咧就配得好靓嘅，应该好啦。咁我虽然对 Eva 咧真系唔系咁熟悉，或者 Eva 啦，或者 Eva 啦，你想点讲都得嘅，就系咁咧。其實唔係想講就點都得嘅，咁有啲人唔係讀慣 Eva 或者 Eva 或者 Eva 啊讀慣，咁咧就
我哋又要叫佢改㗎嘛。咁呢，所以呢，係咪呢，其實唔係好清楚，我只係知少少嘅呢堆嘢。個同埋個左我都知嘅。我 F 我初老機反而熟啲。好啦，咁呢段片就到此為止啦，再見。